朋友来到云顶世界云心机场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不好？非常的兴奋，因为距离上一次来到马来西亚开唱的时间已经经过好多年了。现在用着我的音乐，就让时间倒转，可能你会在音乐当中感受到或者是回忆到一些美好的回忆。马来西亚的，大家应该觉得高兴才对啊！小薇的原曲是马来西亚的。